亲抱拥，这是台湾人民关怀敬畏心了你，这是台湾人民演我成功妙的声，这是台湾人民演我成功妙的声。易经新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各位唯心贤士，各位所望善知识，本唯心圣教每年3月26日都是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护国习斋大法会啊，我们是尊天法子，为国修道，为民族列祖列宗先灵的圆融而举办的护国习斋水陆大法会。水陆大法会的真实意我已经讲的很多了，不再重复再讲，但是在今年戊戌年，我们水陆大法会要求各位唯心贤士，大家努力诵经，1500万部的功德来回向，给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来回向给我们的各位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回向给龙天护法来保护苍生，共祈世界永和平。结果我们每年都依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给我们的诵经的部数，今年要1500万部才能达到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世界真和平啊！所以我们今年戊戌年也已经有1500万部了。这1500万部的功德，我们仰仗佛力仰仗龙天护法慈悲加持灌顶。在3月27日王禅老祖圣诞的那一天，水陆大法会圆满，下午送圣，以法船和所有各位的同修十方大众的灵位一起奉化领受回归极乐净土去了。然后这一些辉宝我们把它很诚心的诵经持咒，加上我们这一个文书我们仰仗王禅老祖及诸佛菩萨的神威加持，化为辉宝，在4月1日正午时由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所带领的贤士同修们一起很辛苦的将辉宝送到易经大学王禅老祖大金身的金莲座前，唯心大道的世界和平宝顶这装在里面封起来，到3560年之后，我们有缘的会来开这个辉宝
啊，这个宝典啊，这个即是我们为世界和平、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一件很重大的天机启示。只要世界平安，人人就平安啊！只要人人平安，世界就会平安，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还好本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都是非常慈悲的，都是非常有爱啊，有怜悯心，将心比心啊，鼓励所有贤士同修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所以恭送了这么多的经宝，这开普天下啊，所有修行道场的功德天啊，所没有办法和维新圣教老祖所传的妙法，所以我们都是在家修行。你在家修行的人，你也不必放弃事业，放弃家庭，而在家里利用早晚有时间，你就要诵经，依法修行，依照奉行。所以你诵的经宝做功德呢啊，我们有文书，你把文书填好了，然后在水陆法会全部交回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所以在3月27日圆满送驾的时候啊，王禅老祖开示啊，我们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要更提升每一位贤士同修的自信心灵的升华，所以决定在啊是农历的4月4号开始，到农历的6月16号，我们要封山。封山期间呢，啊，我们各界的十方善信大德，你们要来仙佛寺拜佛，很抱歉，这段时间我们都要自修了啦，要为未来啊世界的和平，人间成为一块净土，所以我们维新贤士同修们啊，你们要回到仙佛寺来，你们可以回来。啊，不是不能回来，只是你们回来，你们的车子要停在大门外，然后左小门进去。啊，这个是我们封山的第一步。啊，至于其他团体要来仙佛寺，有什么来进山？来要朝拜等等的法仪，很抱歉啊，我们暂且休息72天。72天，因为我们是36年了，36年的岁月，那我们就要封山72天。72天，我们要更加精进啊，更加的努力，尤其在5月5日，端午节啊，王禅老祖大金身啊，要落成，要接曼这个大典，有世界各国100多位。世界各国的宗教领袖来参加，还有大陆很多学术界的维古文化学会的
也都来参加。我们国内外各公庙、也会来参加。尤其我们维新圣教长基山宣佛寺、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五月五日都要回来参加这个开幕典礼，所以啊，这段时间的准备啊，我们都很忙，所以没有时间来迎接啊，来接待，请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诸士们，你们要谅解啊。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封山的真实意，等一下再为各位来谈解。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啊，王禅老祖开示了一个记文。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祝圣，加持灌顶见太平。这就封山的真实意，由这一则记文来开始。有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每个人都有一座灵山塔，灵山塔就在我们的灵王宫塔克顶。佛祖呢，塔克金金一点或者灵山塔啊，王禅老祖的圣像场面上面一个法髻，那个是灵山塔啊，在西藏啊，他们呢头上戴有一个阿訇的帽，那是在保护我们的灵山。所以平常我们要戴斗笠、戴帽子，就是在保护我们的灵山。灵山就在头脑不清的时候，我们的灵山就被盖住了。所以我们灵山要能很清楚呢，就是首先要先自我保护我们自己的头，我们的泥丸宫啊，这泥丸宫啊，它的价值没有办法用嘴来说。所以这个灵山每个人都有，小孩子一出生看他头上碰着碰着碰着，那个就是灵山啊。我们的灵来来去去都是从灵山下来，比如我们在妈妈 的肚子里面怀孕怀胎啊，十天的时候，那是从乾卦的灵山先开始了。所以我们的灵性开始就在胚胎从灵山这里开始端坐啊灵台之上。所以灵山一会万年灯，我们是要用灵山来会啊。你要会到灵山呢，已经有一万年的灯了，一万年的光明。我们从出生到现在来，每个人都有一万年的光明，可惜我们都是忽略了、忘记了，在世间上只有在那边受贪嗔痴三毒来把我们的灵山全部都盖住了，非常可怜啊，非常可怜。我们的人生意义真是浪费我们的人生了啦。所以灵山一会万年灯，我们今天啊要封山。封是什么山？有形的山。有形的山呢，
和无形的山。有形的山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什么山什么山，无形的山就是我们的灵山，也是华严山。所以啊，我们的灵山呢，啊，塔下好修行。灵山塔下有什么呢？眼睛、耳朵、鼻子、舌头、皮肤，啊，眼耳鼻舌身，身体，那都是在灵山的塔之下面。所以，当你有修行的时候，你会了解到自己的灵山。啊，若是没有修行的，你只看到山还是山，灵还是灵，灵与山的结合不起来。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灵山呢，啊，就是要用灵山与灵山来相会。那么我们封山七十二天，啊，为什么要封山七十二天？啊，王禅老祖他是太极天的天龙教主，啊，来到世间是有啊，太极天有七十二个天师，易经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是帮生八卦，啊，八卦加上物极都天都地啊的七卦，八八六十算是加八卦就是七十二卦，所以就七十二个啊，我们的生命的原点。所以啊，灵山一会万年灯，我们要会七十二个所有有缘的人的灵山呢，我们要一定要回溯回归到自己的本心进去，你才能悟到灵山它的殊胜，才能悟到灵山的庄严啊。所以王禅老祖他是太极天天龙教主啊，来到世间上啊，分化出八八六十四卦的命卦，还有都天都地，就是主灵一阴一阳合起来为七十二。所以一般道家啊，把七十二说为地煞啊，是阴的地煞，事实上不是完全阴的啊，我们要把它修成纯阳，叫纯阳祖师啊，修成纯阳的啊，才是真正的修行灵山呐、啊。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这段时间七十二天呢，你们在家里啊，一定每天要来恭送稽首啊，七十二天师加持天下太平，这为情祷告，每个人一天一定要送一部到两部，然后写在己亥年的水陆法会文书啊，一起明年老祖圣诞的时候一起来交值。站到站的休困，拢袂疼嘛，袂忝，啊，搁为迄个天池遐行。各位维新贤士，各位苏王善知识，灵山究竟有多少个灵山？灵山塔究竟有多高？有多大？当我们没有悟道、没有修行的时候，灵山塔还是灵山塔，小小的。当你悟道的时候，
灵山塔就遍满宇宙虚空法界，有如佛家所开示的须弥山那么大。事实上我们的灵山还比须弥山还大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你要去悟，你要找到灵山究竟有多大，就是要修行，要修道，要修道，从反省、忏悔，然后去实践，每天的按照这么做，你就会见到你的灵山。啊，所以老祖开示我们，在72天之内，我们每一位都要诵稽首72天诗，啊，加持世界和平，加持天下太平这一的祷告。啊，这个即是我们封山。而你其他经暂时不送，就送这一部经，这部祷告，然后文殊后面你要添什么，你的祈愿加持中华三族两岸同胞啊，皆和平，皆得明心见性啊，所以这一点我们理念一致，两岸一定会和平，世界一定会和平，因为灵山整个的啊，散布在宇宙虚空，在王禅老祖的道之中，人人平等。若是我们能够依法修行，依教奉行，那你就能够用你的心来将你的灵山灵性光明啊，把它开发起来，更加的光明啊，所以这样普天下啊，一阴一阳的对立全部阴化为阳，就是光明天。所以我们从太极这边阴啊，这边阳啊，这个是众生啊，这个是天人啊。若是我们啊，要了解光明天在哪里啊，就太极的这里，我们用72天师祷告。所以我要求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封山是大家一起一定要每天诵经一部到两部啊，这个部一部两部的经，然后你去悟，里面有你的命卦，你的命卦里面有禅解啊，当你了解了，你会哈哈大笑啊，一悟悟到破万年的黑暗。所以我要求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大家要诵这一部经，稽首72天师加持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维新祷告，这个是维新圣教王禅老祖传的大道啊，王禅老祖传的真理大道啊，你不要小看
七少天师这个小小的片段，世上每个人，你的命卦一卦，你就涵盖了七十二卦啊，因为你从这一个图的来看啊，图来看呢，八八六十四卦啊，八八六十四卦，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好，咱们加上一个戊己，戊己啊，戊己在上，戊上己下，啊，所以己上有四卦啊，己下有四卦啊，都天与都地合起来总数为七十二啊，所以这七十二内藏的无量无边的智慧，所以名为七十二天师。若是各位同修啊，你们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你们要去悟，我相信我们封山七十二天之后，各位就能够啊大大的受悟啊，大大的觉悟，所以各种的因缘修行法，只要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你没有悟，只要主人不要以为说，哎呀，老祖传这个这么浅，事实上这个是包含所有一切万华的总根源，灵山就是七十二天师的命卦呀。德威今夜门窗，门窗全屋。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灵山一会万年灯，我们来到世间上，借着父母给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灵性就在进入我们的身上，就从我们的宁王宫这里开始进入来，所以当我们人从哇一声出生以后，一天一天的长大，到老了呜呼哀哉，我们的灵山都还是永远远的存在啊，外表的头死了坏了，但是我们的灵山灵魂界的那一种灵性还是永远不变的，所以王禅老祖传了这部经啊，就是稽首七十二天师啊，加持世界和平啊，共转法轮的报告这部经啊，里面所开示的每一句真言，七十二天师，七十二种人的命卦的，都是天师，都是蕴藏含藏的无量无边啊的能量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贤士同修们，有人问我说你到底是道家佛家什么家，我不管你什么家，你能悟了就是家啊，不能悟什么家什么名相都没有用，只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你绝对能够顿悟。所以七十二天师这本报告，我请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们，大家要在七十二天之内每天诵一部，然后七十二天就七十二部，你要再诵其他的经，你再去诵其他的经，所有一切经、一切法、一切宝，也都在七十二天师的灵性啊，在里面清清楚楚的啊开示了。那么八八六十四卦加上戊己都天都地啊，共七十二个卦，这是宇宙能量，每个人万众万物都是平等相同的无量光、无量智慧啊。所以八八六十四卦加上都天都地啊，也就是我们的祖灵，我们的祖灵本身也是具足了八八六十四卦它的天威，祖灵也具足了都天都地啊，他的天威。所以王禅老祖和传播这一部经是有很深的含义啊，当你一直持诵这部经啊，你要加持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你的事业要顺利，家庭要和谐啊，就能满你的愿了啦。所以王禅老祖在戊戌年的3月27日水陆法会圆满开始要封山七十二天，就是要我们维新弟子们大家没有事不要口口中啊，在家里修行，自己的事业要过户，家庭过户啊，你要上班的把工作做好，无论你市容工商百业啊，你都要把它自我圆满，这样的话你就是修行者啦。所以啊，老祖开示了灵山一会万年灯，这盏灯七十二天师的命卦啊，已经照了一万年以上，事实上不是一万年，亿万劫来了啦啊，我们用这样把它形容是万年灯啊，四八大愿照光明，四八大愿王禅老子倒驾慈航之后啊，在世间上成就了世界新宗教维新圣教啊，维新圣教
的教义就是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三合一融为一炉、而成就了48个大愿法轮，也在2012年的10月份，提向世界诺贝尔世界和平奖，告知维新圣教是中华文化道统的华弘扬者、传承者，所以得到诺贝尔奖的提名与入围，证明中华文化道统是可贵，中华文化道统是传统文化的明灯，所以已经有万年了，在中国中华民族的历史有5000年，再追溯回去伏羲氏族的7354年，7000多年的中华文化道统一以贯之，一脉相传到现在来，由王禅老祖来将这个法把它打开来，这是一盏世界和平的明灯，是一盏世界和平大道的宇宙虚空的万法明灯。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而演化出72天师的真理真言，所以王禅老祖来开示我们要修72天师的维新宝告，这部经你们每天一定要恭诵2部，早晚1部，没有时间的话一天最少1部，这样你们是有福的，这样你们就能够用心来相会。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4月4号，我们开始就要封山。我们改在自己的家修行，摆在自己的家，也就是道场。家是最好的道场，最庄严的道场。所以我们道场不是只有说哪里很漂亮的才是道场，然后进而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灵山，我们的思想都是灵山，所以灵山你一会万年灯，我们人与人能够相应心知心，那你会打破万年黑暗，这个人生最宝贵的啦。王禅老祖开示了这四句偈，灵山一会万年灯，48大愿照光明，这是当下性，当下21世纪，王禅老祖成就了世界新宗教维新圣教，就有48大愿，能够共转世界和平法轮。48大愿照光明，这是我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用易经风水
和宗教融合为一，才能照耀的我们灵山的光明啊！啊，王禅老祖妙住圣，你依法修行，你会见到自己的自性，太极天、天龙教主的王禅老祖大天尊啊，才能了解到自己怎么来，怎么回去，来世间是要干什么啊，将来回去要回去哪里啊。王禅老祖开示了，你悟了就无来无去，不悟就是有来有去，有来有去就是有生有死，你悟了就没有生与没有死，你就是成圣成贤成佛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王禅老祖妙住圣，你悟了以上这两句的真言，你就会成就为王禅老祖妙住圣。那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董事啊，带领着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和贤士同修啊，成就王禅老祖天威啊。那么在今年是端午节，再过一个月就端午节到了啊，我们在八卦山南陀寺文化路啊707巷啊，这一条路呢啊，在通往啊维新大道啊，这一条路通往我们的蓝天净土的一条大道。所以王禅老祖大金身，哎，我们在去年就开始花了很多钱啊，建设一座啊划时代的妙智圣王禅老祖啊，他的大金身用铜的，高25米啊，将是台湾我们八卦山啊，第二座大佛啊，大神啊，大仙啊。所以我欢迎各位十方善诸事，农历的端午节我们在10点就开始要接办啊，欢迎各界，你们有时间啊可以啊光临来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八卦圣城，来共襄盛举王禅老祖的大金身的落成啊。王禅老祖大金身落成那一天啊，将有世界新宗教的宗教领袖103位啊来参加我们的世界新宗教交流论坛交流会议，还有海峡两岸维古文化啊，还有文化界的好朋友们啊来参加共襄盛举。这是中华文化5000年来在当下开花而结果成就的王禅老祖妙智圣。所以这一尊大像大佛就是妙智圣王禅老祖啊，欢迎各位来礼拜来参拜，共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啊，两岸和平，这是我们的天命和责任啊。中华文化悠悠岁月
5000年啊，恩怨情仇战争3762次大小战争啊，改名换姓才有今天的中华民族，列祖列宗朱祖灵共计15615姓氏族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啊，改朝换代就有917位天主、帝王、总统啊，朱祖灵，还有还原出日本第一代天皇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和蚩尤后裔啊，北移韩国啊，姬子以来啊，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子帝王朱建龄，这都是中华民族一脉相传的血肉灵性，同一座灵山啊，不分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是一座光明的灵山呐、啊。所以我们啊，祈愿的王禅老祖啊的出世间啊，正所谓台湾祖师爷所开示的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当今现在端午节，王禅老祖将要出世间了，世界将和平。所以我们请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在72天之内啊，大家啊最少要恭送啊72天师加持啊世界和平的维新报告啊，这则功德无量，也是各位啊封山啊的啊开始迈向光明天的未来，祝福各位。